的上限体重是多少？我也没拎过几个人，问题是因为大家身材都很好。你觉得多少体重的时候自己是 hold 不住的呢？要200朝上我就不尝试了。王嘉尔质量比较大嘛，他比他看起来的那个身材要重一点。周震南就因为周震南还没有完全长大嘛，然后就比较轻。抖音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，在这祝藏博风和孔祥红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